嗨大家，我们这次呢要做的是长荣的豪金舱，然后我们要搭到休斯顿，所以飞整个飞机的行程差不多14个小时，想说搭豪金舱会比较舒服一点。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搭长荣豪金舱，所以想说来跟各位开箱一下。耶，谢谢婷宇。那这是我今天坐的位置，还有附一个小枕头、毯子、矿泉水、过夜包。哦，这个是 Fila 的。椅子的花纹是立体的，然后头枕可以调整。这里有附室内拖鞋，然后全罩的耳机，跟经济舱那种盖住耳朵不太一样。准备要吃第一餐了。我刚才发现我的桌子其实还蛮大的，它可以往外推之外，然后还可以再翻过来变两倍大。飞机上的第一餐，那我点的是炙烤鸡肉加洋芋泥，然后它的 side dish 是生鲑鱼加芦笋。还有水果跟甜点。蘑菇猪肉血管面，然后它附一样有 side dishes， 然后水果跟有点像果冻的甜点，还有面包。
刚落地 Houston， 我这次起飞之前，我本来有一个 flight strategy， 就是我听取我美国同事的建议，就想说我前五个小时要睡，然后后五个小时就要尽量保持清醒，那这样子才可以让我在美国落地，就是当地的晚上时间可以继续睡。然后我想说五个小时对我来讲应该是蛮长的，后来才发现其实我整趟路程睡了整整七个多小时。对，我觉得做豪金舱真的有差，因为就是豪金舱的话，就它有比较大的伸展空间，然后你也有比较大的位置可以去调整你的睡觉姿势。